对 ，English， 来个 English。阿妹，上一段 English 直播秀啊。对，平价的话，批发价70块钱，你看国际玩笑，我们自己专门买个2块钱的。你要说什么不用讲。啊，我说你样品触摸笔怎么那么低，还找你老板？你们老板一点权利都不给你们的吗？不行的，这个年代员工也是有点权利的吗？我又不是他们家。几根触摸笔都不能做主的话，这不行吧？你看我亏本都把这机器先卖。对，就得涨价。对，涨钱快卖掉吧。回本拿上电话，我再给你钱。我可以亏，但你不能让我亏血本吧？我亏了一千都厉害了，你还要亏3000？哎呦喂！赶快说啊！昨天跟你说，跟你的客户是虚构这个笔的话。啊，这么多，我拿过来。接到8桶了。啊，拿8桶拍。我这已经十几年没玩游戏了。哎，我借支笔给你画吧。来，能画的吗？卖触摸笔的隔壁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也用过这个。那触摸笔跟我们不是正好搭配吗？加微信呢？不是得说了吗？对，哦，对，我加了你微信的，忘记了。你怎么会？你那么多笔带回去累不累呀？要不送我一点呢？给你关了。我没动它呀。哇，切。我接到一个账号了。切。